呢，新北市的庇护工厂的蛋糕生意不太好，所以还好有热心的网友帮忙冲销量。之后呢，在今天的焖锅龙卷风就要带大家去做公益。天文下知地理，我是戴立刚，欢迎收看焖锅龙卷风。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今天我们来到绿城基金会慈育庇护中心。我们都知道，身心障碍的朋友在社会上是属于弱势的团体。日前呢，还有一位自闭症的患者，他在做捷运的时候，怎么呢？他被其他的乘客呢误以为他要恐怖攻击，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远远还不足够。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新闻界有身心障碍达人之称的雅琴姐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张雅琴。大家晚安，我是张雅琴。好的，在雅琴姐主播的晚间新闻当中呢，我们就是实事求是。是。今天进步做到不好，我都批评到底，我都不怕。所以我们谢谢立刚，刚刚立刚也讲到了，我们怎么样？之前不是有个新闻说什么？来，今天雅琴姐出外景，还有自制这个手板。玉成基金会的庇护工厂，他们在今年母亲节的订单，你知道怎么样吗？怎么样？只有接到四成的订单。那也才四成啊，只有四成的订单而已。而且呢，你讲讲阿内哦，每个月的亏损啊，至少20万元。阿内啊，这怎么生存呢？亏损20万啊！不过进步刚刚做代级，我们政府要不要帮帮他们哈？今天雅琴姐跟立刚来到了这个玉成庇护中心，是，我们来看看一下他们的状况是如何。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Hello， 啊，两位好，两位好。请问你们是哪一位是厂长呢？我是市卫生厂长。工厂的厂长，你好，你好，是。那这位是，我是玉成基金会的公关，我是怡如。我定静静都听公关新闻，公关就严重掉。到底是不是这么样子啊？之前是翻这个母亲节到现在四成订单了、啊。对，因为我们玉成基金会照顾非常多的身心障碍者，是。然后我们有6间庇护工厂，那像这边好慈育庇护工厂是其中一间，就有40个身心障碍者。是。那因为当初我们很紧张哈，我们看到这个报表，哇，今年的景气尤其的差，那每个月的亏损这么多，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跟厂长讨论说，哇，那怎么办？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厂长就很辛苦的去外面哈，去拜托企业，拜托学校，让我们展售。新北市政府也给我们很多协助，是。好像这个场域就是由新北市政府提供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自己觉得应该要努力。当然也要谢谢媒体的宣传，因为在5月初的时候哈，好在有媒体的这个报道之后，我们很意外的哇，很多很多的网友的转载，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回响。啊，所以现在是供不应求吗？目前哈，因为前一阵子这个媒体报道之后，是啊，大家转载之后呢，真的我们每天有接不完的电话，所以孩子们都很高兴哦，觉得哇订单很多，感觉这段时间忙碌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其实如果很多观众朋友想要给他们支持与鼓励，应该透过什么管道呢？对，比如说你们买面包的这个。爱心面包是是，我想最直接的，比如说我们的慈育庇护工厂，因为它就是做烘焙，所以民众想要支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网络上来看，好，怎么样订购？因为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那很重要的中秋礼盒，对我们来讲哈，往往可以支撑我们一整年的这个营运来 cover。对，那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他们工作的一个情况？是，工厂温度爱直集结了，我们新闻新闻嘛，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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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我们马上来看看他们制作蛋糕的地方。我们来到产品制作区。产品制作区，哎，这几个就是我们玉成的小朋友，是小朋友吗？都是小朋友，有学员了。只要还没有结婚，都是小朋友，是是，好不好？来来来，我访问一下你们，你们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做燕麦葡萄。燕麦葡萄。那你们学做这个东西做多久的时间？学多久？应该是做了很久的时间。学了很久，对。学很久的时间。那问一下，说你们这个订单增加之后，他们有没有就是忙不过来的状态？当然有，从早上一直做饼干做到下午。对。而且呢，中秋节又快到了。对。对。哇，那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应战呢？应该怎么应战哦？我们都会事先做规划。事先。对对对，先把盒子折好啊，然后每个人准备好什么样的工作啊，在哪一个组别。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是不是现场示范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做一下这个什么燕麦葡萄？葡萄。我感觉好像卖把布的冰淇淋。而且是我一盒花生冰淇淋。哎，啊，我要芋头的。看到没有？这就是整个生产的一个流程。
到后面要包装，也是非常细心。雅琴姐坐在主播台上这么久哦，哎，很少出外景，是出外景蛮好玩的，对，就是跟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包装饼干，有看到？哎，他们伸手就溜溜啊，比我们好太多了。对，这样四片，四片，好一片，好全收了。啊，四片在前面，四片在前面，一片在后面。好啊，了解。五片，了解。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手工饼干，纯手工，连包装都是要用手工的，非常优秀。哎，聪明，这真的就优秀哎！你的饼干啊，面包都就好夹。问雅琴姐，蓝冰啊，要包很多，要请新闻部同事吃一下。哎，我们说哈，要不是靠这个社会网络的帮忙哦，哎，他们现在可能呢生计都有问题嘛。对。我们说这个政府在做什么哈？哎，你马英九不要再坐在总统府啊，这个耳朵长毛啦，而且要去垂帘听啊，要帮帮这些这个小朋友。你把姑啦。哦，我的意思是说，哦，看到没有，这么好吃的饼干，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非常认真的在做饼干，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少一点异样的眼光，多一点关怀的行动。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支持他们，给他们鼓励。饼干假后要倒修补。哦哦哦，蒙古龙卷风，我们下次见。再见，拜拜。好吃。好，今天的蒙古主题我们讨论的是姜葵要跟原上节目辩护，那么你觉得哪个名嘴立委讲的最好呢？沈老大，非你莫属嘛。这个我不是官员啊，不是我非我莫属啊，而是这个官员啊，其实所有的官员啊，通通只会做事，但是不会讲话，所以说这江宜桦提出这个政策啊，是有自知之明的。通通只会做事是真的吗？会做事，但是真的不会讲话，因为公务员他只会做他基本的，他不会多做，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会做事吗？会。所以你说他们会做事？会做事啊。然后这个不会做事的就出来担当了啊，然后就杀头了。公务员都是一样，都做事嘛，一个会宣传就做得好嘛，你不会宣传，大家就骂得慌嘛，是不是？一样。对啊，啊这个自己知道这个不大会讲话，你像你看马英九每次出来讲话，讲什么政策啦等等，大家不大听得懂，对不对？而且他讲出来这个政策都是既有的政策，都是。应该要执行的，所以说也效果也没有什么多明显的，而且对他未来两年的任期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愿景可以谈嘛，所以说他讲出来的话，大家似懂又听得懂，又好像听不大懂，那所以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就像江宜桦说的啊，官员呐、啊，直接啊要去这个多出去帮政策辩论。啊，比如说让这个官员啊，就上节目去辩论哦。那哪个官员讲得好啊？哪个官员啊，这一段收视率好啊？我们以收视率来评断这个官员到底是不是任啊？如果说这一段啊收视率很好啊，这个谁官员讲啊？经济部长讲，那这经济部长留任。那我们在节目上面办 PK 赛，那外交部长啊就 PK 啊，这个内政部长 PK， 司法部长 PK， 什么部长通通 PK。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嘛，你像比方说我们在国中、高中，甚至于大学都有所谓的辩论比赛。有啊，那为什么我们各个部会不能举办辩论比赛呢？可以为了某个议题来举办辩论比赛，比方说核四应不应该废核四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原能会。或者说是跟一些这个环保的团体，他们可以举办一个辩论比赛啊，然后可以有奖金啊，然后可以有这个奖杯啊，然后辩论出来的结果可以当做一个政策性的参考，这样不是很好吗？问题是很多政务官根本就不善言辞嘛，那你就不要辩论了，这就是个 training 嘛，对不对？你把政务官用那个真录完，政要三啊，什么政务官？每个政你把政务官比喻成真梦丸，都是在岔赛的，都是要岔赛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政策啊，在讲不清楚，那你用广告来包装也是很好的、啊，对不对？比如说那个核四，你就请林志玲在核四的那个有没有核废料那边，我才不会忘记你呢。你看多好，所以大家就你想说登革热的房子就请九孔去演蚊子，对，大家就把它一打死，然后心情就快活了嘛。那心情做个民怨，做心情做个转换的时候，就民怨就不会那么高了嘛。所以说很多事情啊，就是很简单的哦。你有什么事情，你找我们民进党来处理，一样是 OK 的。比如说你那个 A 法那个政策，你讲不清楚，那你人家不想听嘛，那你找谁呢？你也找那个台志远，对不对？啊，都扮成张明清啊，跟大家讲，大家可能就听得懂。但你如果因为他讲有时候会太高了，台志远这个人有时候讲得太高，那你喜欢低一点的，你可以找那个比较低级一点的沈玉玲来讲。
对不对？不是，这不能这样翻，不能这样。我是可以这样讲，我不怕，我不怕。哎，他在做，因为他节目做的比较 low 嘛。不是，他把喷到在人家脸上，他还能够做什么？那是以前啊，对不对？那是以前的为了节目效果。那就是用整人的方式，然后把政策整个推出去，其实也很不错的嘛，对不对？你要吸收学生的感觉，那学生你就请九把刀来讲，大家听懂，学生就支持了嘛，是不是？那网友你找那个朱学恒嘛，以前是可以找弯弯的，但是弯弯现在因为这个劈腿，所以大家也不太想听啊。哦，朱学。其实也是如果照像我觉得说像柯大佬这样的意见啊，我觉得就真的是让学生，比方说我们要接近这些所谓的这个年轻的学子，我们可以让学生来领队嘛，比方说这个庭凡他们可以领各领一队啊，啊，或者说是这边这个什么王伟忠，不是王伟忠，王什么忠？王敏忠，王敏忠一队，比方说这个庭凡他们一队。来带领的这些官员有赞成的，有反对，他们进行辩论比赛。我想由电视来播出，这样很多这个学生啊，或者很多这个民众应该也会想看呐。美人姐说的非常好，私底下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像我跟凡，我的好兄弟，我们平常就是在练习如何说话，那种如何一讲话那种说话的艺术，直接 catch 到别人就会看着我们。像比如说今天早上，凡就跟我练习说，哥吉拉拉山，接下去我就跟。哥吉拉拉保险，这样子我们就会不断的延伸下去嘛。这到底是什么无聊的啊？这是最近我们哥吉拉有水蜜桃，前面一排大家都不知道嘛。你再这样表现下去，恐怕要就是成语接龙嘛。这小时候玩的成语接龙，成语接龙。比如说我们让弯弯来示范一个哥吉拉。哥吉拉垃圾。垃圾。哎，有啊，很好。那建明兄，你也来接一个哥吉拉。啦啦哩啦啦。对。这时候就配到你的哥吉拉拉赛了。哥吉拉。对，我也是可以在这边。的，如果说你要继续讲的话，你那么看一下大字报，他已经把我的名字放很久了，大家能够感觉得到。叶教授以前一次口气可以讲两个小时，当叶教授这边要抒发我自己观感的中间呢，我发现到大家你一语言我一语的，我就发现我时间本来有两分钟，现在只剩下三十秒钟，三十秒钟能够阐述一些什么东西呢？没有错，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要感觉得到。我们人生你可以开心的过，你的人生你可以糊涂的过。如果你的人生过得很迷惑，闭上眼睛想想以后，但是你要做的时候要闭上眼睛。如果你开车的时候闭上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车祸。艺术的职工，照明。没有看过闭上眼睛啊，什么车祸？对，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山西的产品有很多，有人在车上发简讯，有人在车上接电话，还有人在车上里面的做一些低头的事情，但对生活当中会造成山西的产品，我还以为是山东的产品，我还以为是分省级的，奇怪。所以叶教授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过往刀削面，我就想说以为是这样，第一次这种叶教授跟大家互动式。而且叶教授，你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我的论述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要闭上眼睛想想看，千万不要一意孤行。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先闭上眼睛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后回到闷锅现场。一定要互动。